包含连带，健保卡带。我爸跟我妈年轻时喜欢一起坐火车去旅行。我知道他们有个约定，就是要去世界各地坐不同的火车，看不同的风景。我也想可以去瑞士，还要去趟阿拉斯加。但是上次医院的报告让这个约定好像离他们越来越远了。爸，你今天看的是不一样的医生哦。对，跟上次不一样。看，没事啊，没事。说要带妈去坐瑞士小火车，爸早就订好了，他不会耍赖的。他们为我辛苦大半辈子了，我想把健康送给爸爸，让他可以牵着妈妈的手，到任何想去的地方。健康在微小的日常里存在着伟大的意义。你想把健康送给谁？葡萄王周年庆全面优惠中，搜寻健康微型展。